色也非常的漂亮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荤菜我们放过酱油了，然后一样的翠绿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一款特色炒空心菜制作完成，色香味俱全，颜色非常的诱人。我替大家尝一个，清爽脆嫩又入味，非常的好吃啊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还没学会，我就拿着空心菜去你家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下期视频我会为大家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。